好久没吃活珠子了，有咱家宝宝让我吃活珠子，好嘞。就是你们收到以后，有的是浑浊的，里面有的是浑浊的，是可以吃的，正常的啊。就是我吃的也会有的时候是浑浊的，因为他看不见里面到底啥样。你们就放心，说带浑浊的也可以吃，它不是坏啊。那样你不敢吃，你就闭眼睛吃。超瘦头的，应该从大头吃。这汤是精华，必须得吃，必须得喝啊。特别的鲜甜，特别好喝。晚上7点直播，拜拜。